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褪色者 TK 用，可以叫我 TK。这里给各位褪色者看看我在交界地探索，在哪个地方获得了什么，或者遇到了什么人事物，希望能帮助各位褪色者顺利登上艾尔登之王。
家教的。哦。他是法师、欸。哇，这种打半条血。我没有再补那个魔防的，好像不行，会痛。喷火，喷火，喷火，喷火！把神经喷火。结束。得凯丹佣兵骨灰。以上就是这次交接地探索的回报，希望对各位吞噬者有帮助。时至今日，世界依旧百废待举，静待艾尔登之王的现身，还是说你就是那个人？